类型第一次看到。好，其他很多都是来很多次，但是不是每个礼拜都来。好，我是挺宽，就是这边的长工，也是长工。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四方报的非文版、简文版跟免文版的主编阿叔。对，然后为什么邀请他？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因为他其实长期接触很多菲律宾的移民跟移工，然后学长本身也是学电影出身的，所以我们觉得是非常适合来跟大家讨论这部片子。那今天有谁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的，大家都是第一次吗？你看过了，好，我知道你一定会看过。他是文艺圈的一个朋友，他都会看过。好，那等一下就是很欢迎大家随时的提出自己的意见跟心得。那我们先把麦克风交给阿叔学长。那我今天都8分21秒，我记得。差不多的地方就好了。好，可以可以，对，就定格就好。好，OK， 谢谢。好啊，那个在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个我叫李月轩，然后走跳江湖用的名字是阿苏卡，然后今天来这边跟大家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台北星期天》这部片。那这部片其实我自己今天看已经是第六次了，因为其实台湾各地如果要向大家介绍菲律宾文化，几乎都是放这一片，然后很多机会都是找我去讲，所以连同今天在内，我已经看这部片很多次。好，但是这部片之所以会被大家这样子一直拿出来介绍菲律宾文化，的确有它的价值在。我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部片的基本资料。它是2009年完成的台湾电影，是台湾本土制作的国片。然后它的导演叫做何卫廷，但是妙的是这个导演不是台湾人，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然后这位何卫廷导演，他是来台湾念书，后来就在台湾工作一阵子，期间就是有拍一些广告。这部电影《台北星期天》是他在台湾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那他近几年都是在大陆那边发展，所以，但是他在6年前拍的这部片，虽然已经隔了6年，但我觉得片子里面很多情节拿到现在的台湾，还是还蛮适用的。而且导演他自己本身在台湾是一个外国人，那他里面有一些桥段，他是用那种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台湾的社会现象，譬如说那种很荒谬的电视新闻剧情。或者是那个跳楼很多人围观，那个其实我觉得导演他观察台湾社会非常锐利。那因为在场大部分是台湾的本地人，所以这边我们今天先略过，就是台湾现象那些东西不讲，我们今天就 focus 在菲律宾移民工在台湾的这一块。好，那首先第一个，其实导演他拍这部片，我看那么多次，我觉得导演他下的功课非常多。就是他今天不是说我要拍一个外劳的故事，然后我就自己凭空想象外劳的生活什么。我这样子刚刚看下来，我觉得他对于在台湾的这一些外籍劳工，特别是菲律宾这一块，他一定是下了很多很多功夫去研究。他片子里面有呈现出很多细节，是我后来事后去观察，我觉得说其实都有它的含义在。它安排这些元素不是七零八凑，其实里面有很多菲律宾文化的意义在。其实最显著的一点，我们就先从这部片的片名开始。这部片的片名，中文片名叫做《台北星期天》。那其实如果直接翻成，大家想啊，《台北星期天》，如果你用直觉的把它翻成英文是《台北 Sunday》，可是不是哦。那个大家看到《台北星期天》，它这部片的正式英文片名是《Pinoy Sunday》，就我写在白板上的那个。那光是这个片名就有它的含义在。
第一个先讲右边的 Sunday， 为什么他是挑星期天这一天，而不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因为在台湾的外籍劳工只有礼拜天放假，对，他们不像我们周休二日放礼拜六、礼拜天。几乎所有大部分的外籍劳工，他们就是平常一到六上班，然后礼拜天放假，所以他们出来玩啊，那个去逛街、跟朋友见面什么的，都是选在礼拜天。所以导演选上北这一天，其实就是代表说，在他们这个非常稀少的假日里面，他们呈现出来的生活情形。那左边那个字，Pinoy， 它其实是一个菲律宾人用来称呼自己的称呼。像好，假设我们今天把目光放到那个 international 全世界，我们对国外的人称呼我们自己就是 Taiwanese。像那个我们美国人会自称自己是 American， 我们称呼自己是 Taiwanese。可是我们如果用自己的台湾话讲自己是台湾人，那这个屏东人其实就是菲律宾人他们自己在那个他们自己的语言称呼自己的意思。因为在英文里面，菲律宾人叫做 Filipino， 对，他如果像台湾人知道自己就是说 I am a Filipino， 但是他们如果自己称呼的话就是 Ako I Pinoy， 我是菲律宾人。所以这个例子在大家看到里面那个 Manuel 他刚刚出场的时候穿那件 T 恤上面有写 Proud Pinoy， 就是我以菲律宾人为荣。对，这个T 恤不是随便挑的，因为 Pinoy 这个称呼其实，是菲律宾人他们自己对自己一种自尊的称呼，就是其实他们是对于自己身为菲律宾人非常骄傲，所以他们常常会喜欢穿一些Proud Pinoy、I am Pinoy 之类的 T 恤。对，那个这就是里面他刚出来的时候就穿这件 T 恤。